就像你一个妈妈，就是无时无刻都会关注我们的生活起居啊，知道吗？然后应该没有一个教练就是像他那么照顾球员，因为他都还会亲自下厨煮东西给我们吃，应该没有教练可以做到这样。屁啊！这是啊，认真的。中午就先去买。上课一到中餐时间，我们就走到餐厅，因为我们的餐厅是在外面，要走一点点路。我们因为我们第二校区的，所以我们谁先出来，谁就先走一次。吃饭了。就自己斟酌时间休息，这样对吧？不要影响到练球的。后面就不要念了。没有，那我写的。真会讲话，不能那么粗。哎，算吗？哎，找到了。